咱们接着看第五段，看第五段第一句话，看屏幕。From one's own front door, to whom or foreign hills or sands, and back again, everything is to hand. 所以你看，开着车去露营啊，去这个地方玩，那个地方玩，每个地方都近在手边，近在咫尺嘛，方便。那么前面这个介词短语在前面做状语，从我们自己的大门 front door 到什么呢？到本国的或者是外国的什么山呢？什么沙滩呢？然后再返回来，每一件事都近在咫尺。注意这里面这个 home 不翻译成家庭，翻译成 domestic 就是国内的。它跟 foreign 并列使用的时候，翻译成国内的而不是家里的。To hand 表示近在手边，近在咫尺。另外我们看看这个 home 这个词吧。Home 当形容词来用，表示 in one's own country 或者相对 domestic 就是在国家内部的，就是国内的。那咱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The home market 就是国内市场而不是家庭市场。Home news 我们翻译成国内新闻就好了，这是国内的。那么还有刚才我们看后面那个home or foreign hills or sands， sand 在这不翻译成沙子，表示沙子是不可数的，在这里 sand 翻译成沙滩，一片两片的沙滩就可数了。这个 sand 要么当不可数名词，要么当可数名词，表示 an area of beach， 一大片沙滩，在这是当可数名词来用。对，这片沙滩那片沙滩也是沙滩而不是沙子，沙子一定是不可数的。好，然后再返回来， everything is to hand， to hand 固定搭配叫近在咫尺，近在手边。当然这个 sand 再看一个例子吧，比如说 miles of golden sands， 绵延数英里的金色的沙滩，是这个 sand， 这不是沙子。最后看句末这个 to hand， to hand 是个 British English， 是个英式英语，是什么意思呢？ something that is to hand is close to you so that you can reach it easily。我们说 to hand 这个东西是离你非常近，因此呢你很容易去去接近它，去拿到它，去触摸到它，就是说近在咫尺或近在手边，一伸手就能够到。我们开着车嘛，去哪个地方都方便。看例子吧。 For those of you who don't have an atlas to hand, Newcastle is a city in the northeast of England.对于那些在手头没有这个地图册的人来说，我给你做个介绍吧。纽卡斯尔是在英国呢，这个东北部的这么一个城市。这个 to hand 表示近在手边，一伸手就能拿到。在这呢是旁边 atlas 是地图册了，那手是在手头手旁没有地图册的人，我给你介绍纽卡斯尔具体位置。好，这个是指呢这个露营就很方便嘛，开车去各个地方都方便。而且呢这个为什么露营使它更平静了优雅意境呢？咱们看下句话。那第二句是个复杂句。那他说 Not only are the means of arriving at holiday paradise entirely within one's own command keeping, but the means of escape from holiday hell if the beach prove too crowded, the local weather too inclement are there, outside or as likely part of the tent.说明露营给它平添了优雅意境。Not only 跟 but 固定搭配是不但而且。Not only 放在句首，后面别忘记用部分倒装，这否定词嘛，对吧？好了，不仅怎么样 ，are 前提了，不仅呢，这个到达度假天堂的这个方式 ，the means of 后面的 of 呢，这个斜体字是后置定语修饰这个方式，就是抵达到达度假天堂，就度假圣地了，这个方式完全在你自己的这个掌控和保管之中。就这车是我自己的车嘛，对吧？这 means 就指这汽车嘛。这个 entirely within one's own command and keeping 可以看作把它看作是在里面是表语，主语不足语嘛。因为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The means of arriving at holiday paradise are entirely within one's own command and keeping。那 are 跑前面去了嘛，所以还是主系表结构，可以看到这个表语和主语不足语啊。介词短语。就是完全在我们自己的这 command 可以表示掌控，他掌握了很多的单词啊 ，he has a good command of vocabulary， 可以这么说。而 keeping 当名词就是保管，那这车是我自己的嘛，对吧 ？But 不翻译成但是，翻译成而且 the means 另外一个这个方式什么方式呢 ？Of escape from holiday hell，
就是逃离度假地狱的这个方式。这个 escape 在这当名词来用了，因为它放在介词 of 后面。然后怎么叫度假地狱呢？它括号里边这个嵌套一个结构做个解释，就是加了一个条件状语从句。就如果这个海滩 prove 是被证明式，是系动词，被证明是人太多了，太拥挤了，或当地的天气被证明是太严酷了，太恶劣了， the local weather 后面那个 proves 被省略了，因为前面有 proves 嘛，还是主系表结构。那 inclement 表示天气，专门指天气恶劣的。那么是怎么样呢？ Are there 这个 are 就指这两个 means。 第一个是这个抵达度假天堂的方式，还有逃离度假地狱的这个方式，都在那里吗？就是我的汽车嘛，对吧？我觉得这个地方太挤了，天气不好，开车马上就离开了。那么在 are there 在那里，在哪儿呢？ outside the tent 就在帐篷外边嘛，对吧？我们出了帐篷之后，把帐篷一叠，打着包就走了，特别方便。那后面还有个插入语 or as likely part of the tent， 或者是很有可能怎么样呢？它本身就是帐篷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车，像这房车或者是比较大型的 SUV， 后座可以放倒的，甚至可以住在车里边，它本身这汽车就成了帐篷的一部分。那 as likely 就很有可能，写全了就 as likely as not， 很有可能会怎么怎么样，是这么一个。那整个句子好翻译了，对吧？我们一块看啊，不单是这个抵达度假天堂的、抵达度假圣地的这个方式，完全在自己的这个掌管之中、掌握和控制之中，对吧？而且呢，逃离地那个度假地域，比如说如果沙滩人太多、天气太恶劣，那方式也都在那里，就在帐篷外，甚至很有可能汽车本身就是帐篷的一部分。就是给这种汽车这个又拥有的乐趣，这不是度营平添了某种高雅意境，就是这个意思。那就解释了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解释进一步解释第四段说的那个动机。这里面很多细节，首先看看这个 command 在这不是命令，而是表示掌握。 command 不可数名词，或者可数的话一般只用于单数，这个 thing 就是 single 的意思啊，要么不可数，要么用单数。什么意思呢？ ability to use or control something， 或者翻译 mastery， 使用或者控制某事物的这个能力，或者翻译掌握，叫做 command。 注意这是名词啊。比如说 he has good command of the French language， 他法语掌握的好，他对法语有个非常良好的掌握。前面加不加这个都行，要么不可数名词，要么可数名词用单数， a good command 也算对，这是掌握。再比方说 he has enormous funds at his command， 他手里掌握着巨额的资金，就是有巨额的资金在他的掌控之中，这个 command 在这是掌握，而不是下命令。那 keeping 呢更简单了，就是保管。 keeping 表示保管或者是保存，比如说 I'll leave the keys in your keeping， 我把这钥匙交给你来保管，放在你那儿，这是这个保管。而且逃离度假地狱的这个方式，如果沙滩太拥挤或当地天气太恶劣，看一看这个恶劣的，如果用这个形容词又是个正规书面语，大声跟老师先读起来， inclement， 它 inclement weather is unpleasantly cold, wet, etc. 就是这种 inclement 形容天气的话，就表示令人不愉快的冷啊或潮啊等等等等，总之狂风暴雨的、恶劣的、严寒的，指天气恶劣，叫 inclement。我们经常说 inclement weather， 恶劣的天气。它的反义词呢，就是温和的，天气温和的。我们把前面 in 表示否定的字头去掉就行了。大声读一下 ，clement， 它表示也是书面语了 ，especially 尤其什么of weather 指天气怎么样呢 ？mild， 天气温和的。我们经常也是修饰天气嘛 ，clement weather 就是温和的天气就好了。如果要是沙滩太拥挤，当地这个天气太恶劣，怎么样呢？我们开车就走了嘛，车就近在手边，在帐篷外边，或很有可能是帐篷的一部分。Or as likely 是很有可能 ，very probably 它就相当于 as likely as not， 用 as likely as not 更为这个正式。As likely 是比较简略的说法，就是非常可能。看一个例子 ，As likely as not。The meeting will take place in the village pub. 很有可能这个会议呢
将在我们村子里这个小酒馆里边来举行 take place 举行。As likely as not, she's forgotten all about it. 我说很有可能她把这一切都忘光了。As likely as not 就很有可能就好了。好，这是我们第五段跟老师先看到这儿。